係啊，我覺得而家因為可能好多，即係好多人就好簡單就留一句又一句去批評人啦。咁我就覺得唔應該咁嘅，應該改變一下大家呢個心態。咁即係等佢哋去反思一下啦。即係無論係佢嗰句説話啱又好唔啱好，但係都唔好咁樣去攻擊人咯。係啊，咁我都因為我備受攻擊過太多次啦。係啊，咁所以就而家會識得去面對咯。睇得明嗰啲留言啊，而家。太太都會有時看得明白，有時可能有些人直接會 DM 佢啊，咁樣去講啲難聽嘅説話，咁但係佢都明白，即係我都同佢解釋，其實即係喺比較呢一行啦，其實會好多呢啲，即係全個世界都有噶啦，咁佢都會明白咯，咁所以即係如果佢有啲咩遇到嘅，佢都會解決到啦呢個問題。你有冇心痛佢都收到呢啲留言？都有少少噶，咁所以其實就係點解會比較？不是很想公開的時候，即係驚有呢些情況發生，但係即係始終丑婦都終須見家翁嘅，係咪先？所以就即係揾一個另一個方向、另一個想法去面對佢就 OK 啦，係啊。你想唔想同佢做啲心理準備嘅支持？即係可能公開佢嘅時候。其實有嘅，不斷同佢講話，可能有啲咩嘅發生啊，可能啲記者會可能好對你好有興趣啊，啲網民會好多唔好聽嘅説話都有同佢講咗嘅，咁即係佢都明白咯，係啊，即係其實係咯，即係可能佢未進入過呢種嘅世界，咁但係就而家佢都個適應能力好強嘅，咁所以希望佢都可以即係大家見到佢呢一面去俾多啲工作佢就好啦，係。